有一对连体婴，姐姐叫玛丽，那妹妹叫什么？姐姐叫玛丽，对，妹妹叫欧。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O. 欢迎来到脑筋急转弯，我是 Zander 哟，小玉，我的经纪人全全跟 Leif 哟，这是我们帅哥剪辑师小介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了20题来问我的朋友们，看这一次你们有没有一点长进。我多了小介跟全全，你找两个笨蛋蛋。今天很呛是吧？哎，第一题，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科学园区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在科学园区很容易跌倒吗？因为科学小飞侠。怎样？为什么他们在科学园区很容易跌倒吗？因为不科学哦。错。叮当北叮北叮北当。科学园区里面的人都很聪明，聪明的人头脑就会比较大颗，比较大颗的话，他头的重量就会比较重。因为没有很多半导体。发抖。因为没有很多半导体。因为那有很多半导体。你知道开寿司店的人是读什么系吗？书系。有点接近图书系。你要这系啊，乱讲。哎，真的有。有、哦、真的有。他们那个学那个系就是为了去当图书馆那个管理员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你们有没有人读图书系？哎，不是，我在说你们是工作有点无聊。开寿司店的人他念什么系？书系。错，差一点。经济系。开寿司店人，念什么科系？餐饮啊。寿司店吃的东西不是餐饮，不如厂里去拆毛衣转弯啊。哦，观光科。美术系。美术系。去妈的。美术系。美术系。哦，卖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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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？我不知道。碰柑。最贵的水果是什么？叫小心。酸呀。错。人不。啊，错。拔了，拔了。错。香蕉。然后最贵的水果是什么？奶鸡。你听我讲完。为什么？它是愈合包啊。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就听起来像。释迦，因为释迦牟尼，因为贵族释迦。为什么释迦？贵族释迦。释迦，为什么？因为贵族释迦。干。最潮流的城市是哪裡？这是我自己家的。干，那肯定很烂。威尼斯。巴黎 Prefiaga 就说很烂吧。你知道为什么鸟飞到巴黎它就不飞了吗？巴鸟叫巴亮亮就靠，因为巴黎世家 Prefiaga。 你知道为什么鸟飞到巴黎他们就不走了吗？巴黎吗？对啊。哇，这个我想不出来，我连歪理都熬不出来。因为巴黎世家，天堂的马桶始从中来，不是哦，那是悲从中来，从始至终，史前巨鳄。天堂的马桶，猜个成语。成人之美。天外飞仙。天堂的马桶，猜一个成语。天堂的马桶，这边这边。全神贯注哦，好色哦！全神贯注，全神贯注，我没有题对的，那是你们加油啊！小玉对五六题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们20题啊，对五。这不是 IQ 零才猜得到吗？差不多。你找两个笨蛋蛋。哆啦 A 梦有看吧？你知道哪个角色长大后是当医生吗？小三吗？请问哆啦 A 梦里面哪一个角色长大以后是医生？小三啊？不是小三啊？请问哆啦 A 梦里面哪一个角色？静香。还没讲完。哦，对不起。哪个角色长大后会变医生？小夫。
为什么？小夫医生，你蒙古医生啊？越长大变大夫，好烂哦！小夫为什么长大变大夫？大夫就是大夫。小夫为什么？大夫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进那个动物园啊，第一个看到的动物是什么？考不倒我的，哎，来 ，human。什么人？一半一半，阴阳人，售票员呢、啊？答对了，你这样人就对啦。我们进动物园、第一个看到动物是什么？人啊，对一半。路口有售票亭啊，可以售票员。你答对了。我们进动物园第一个看到动物是什么？麻雀。这个真该中了吧？看，敲吧，敲吧，更早看到的。售票员，对，不是两层的、哇！透明的剑是什么剑？倚天剑。我屠龙刀了。我要认真猜了。不知道。透明的剑是什么剑？空白剑。透明的剑叫什么剑？看不见。看不见。看不见，哎，不错，说真的不错，说真的不错。请问是太阳叫公鸡起床，还是公鸡叫太阳起床？约翰，你侧面你越像鸡耶，不知道怎么。我属鸡，那我属什么？我属鱼。是公鸡叫太阳起床，还是太阳叫公鸡起床？公鸡叫太阳起床啊。为什么？公鸡会先叫，然后才会听到，才会看到太阳啊。对半。公鸡叫太阳公公起床，还是太阳公公叫公鸡起床？搞屁事！我不知道，我平常都叫鸡的。搞屁事！公鸡叫太阳起床，为什么？猜的，因为太阳不会叫。好烂烂。是鸡叫太阳起床，为什么？因为太阳不会叫。因为太阳不会叫。我不知道，我平常都叫鸡。一片草地，采用植物。应对，你先打。梅花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花。哦。一片草地，采用植物。杂草啊。哦，sorry。都是植物。什么东西啊？植物人。梅花，一片草皮，猜一种动物，植物啦，谁给你动物？一片草皮耶，一片草地啊！你要不要改我的题目是怎样？我跟你讲啊，梅花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花，一片草地啊，就梅花啊，没有花。我吓到了，我吓到，我受惊了，好爽爽，我当爸爸了。来了一群羊，猜个水果，杨桃，什么？草莓，因为草莓吃完了。对，聪明啊！来了一群羊，猜用水果，释迦。你还以为是不是同样的题目是杨桃？错啊！答案是草莓，因为你等一下我。来了一群羊，猜个水果，杨桃。你们都很爱猜杨桃，哎，这个不止我吗？草莓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草被羊吃光了，草莓啦。真的是玩不腻，要不是桌子不能捶，我已经捶爆了。又来了一群狼，杨桃。对了吧？对了吧？错了，但是我觉得你是对的。你要认可我，对不对？我认可你。我跟你我屌是屌的，我敲爆屌，你屌十八公分。杨梅，杨梅了。哦，结果又有一群狼来了，来猜一个水果，杨梅。对。杨梅啊，杨梅。后来呢，又来了一群狼。杨梅啊。哦。答对了。杨梅。一部电影200块，那三部电影多少钱？200块。错。600块。错。一部电影200块，那三部电影多少钱？600块啊。哇，一部电影200块，说600块啊。我没有对不起郭晓老师吧？一部电影200块。那请问三部电影多少钱？500，会打折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50。蛮难的题目哎。50块。为什么？三部50。
五十块，什么？三副五十啊？如果你们这个题都猜不对的话，你们更没资格坐在这里。有一对连体婴姐妹，嗯，姐姐叫玛丽，跟妹妹叫什么？好挤啊！滚，可以出去了。姐姐叫玛丽，那妹妹叫什么？玛丽亚。玛丽杨。什么东西啊？玛丽杨。有一对连体婴，姐姐叫玛丽，那妹妹叫什么？连梦露。错，差一点，我不打你。兄弟，烂死，这差很多哎。总不会是这一个吧？很厉害哦。来来来，姐姐叫玛丽，对，妹妹叫欧。哈听起来蛮外国的名字，对不对 ？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欧。玛丽莲梦露。哦，她叫梦露。对，哦，莲梦露。哎、欸，错、啊，那就是梦露啊！哎、欸，对了，玛丽连着梦露，对，他们也叫梦露。你在什么时候会想要喝汽水？口渴的时候。什么情况下想喝汽水？任何情况下。你在什么时候会想要喝汽水？沮丧的时候，孤单的时候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孤单的时候，我知道了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 ？OK OK， 这个我不接受。阿拉丁有几个哥哥？三个：阿拉加、阿拉丙、阿拉玉。请问阿拉丁他有几个哥哥？三个。干！阿丁有几个哥哥？三个。哎、欸，甲乙丙丁啊！你知道狗狗它过了独木桥以后，它就不叫了。你知道什么？猜个成语。过河拆桥，乔迁之喜。有个狗狗，它过了独木桥以后，它就不叫了。猜个成语。独木难支。这是什么？我没听过。有一只狗狗，它过了独木桥以后就不叫了。猜个成语。好，可爱的狗狗。过目不忘。OK 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多打我一点。过目不忘。过目不忘。哇哦，哇哦，有点意思哎。什么东西戴的不舒服？他不戴不安全。我讲出来的东西会黄掉、哦。安全帽。你以为我错啊？你妈！什么东西戴了不舒服，不戴了不安全？保险套。手铐。靠这结果他就被关过才会翻。什么东西戴了不舒服，但不戴了不安全？死小孩的克星。口罩。Okay 啊、口罩 ，OK 啊，是口罩。哎、欸，那很多东西戴了也不舒服，例如内裤。内裤，那是穿。小明为什么可以连续十几小时都不眨眼睛？因为他从南天门砍到三天三夜。他天生就没有眼皮，因为他在睡觉。我们是不是玩过这一题？没有，真假的？用想的也知道。他在睡觉的时候，十几个小时，对，不眨眼，对，因为他在睡觉。啊！不不不！我现在就跟你睡觉。为什么一对夫妻，健康的夫妻，他们生下三个小孩，这三个小孩都只有一只左手，所以他们是这样。因为他们近亲相接。因为我每个人都只有一只左手。我先跑啊，报告各位。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只左手啊。我的妈！这世界哪个人有两只左手？哦，对，没错。为
是螳螂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哇，耳鸣，耳鸣！大家千万不要订阅小月频道，他频道叫做 ID 玉，对，千万不要订阅他，后面的东西都不是他做的，都不是我做的。哇，操你妈的，都痛死我了。